高石等人还没有下落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刚才有两个护卫被高月打伤了，去往后山了。高月？是。既然高月能在栖霞山庄外打伤人，就说明高石等人一定还在附近。你说在这栖霞山庄有谁能护得了乔瑞和高石？难道是丐帮？去办吧。属下这就去查。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这不就是美人图中的剑舞吗？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。美人图不过是个骗局，空有其表。你试着把美人图中的剑舞倒着练一练。其实我看过你跟上官如风交手，你们的内力差不多，但你知道你为什么打不过他吗？因为你没有杀心，所以你的武功多以制敌为主，而上官如风却出手无情，你打他十次也不过是让他内力运行受阻，而他只要打你一次便会要你的性命，如此一来你怎么能打过他呢？生命无价，我们怎能轻易害人性命？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你想想上官东远，想想那些惨死在上官如风手下的武林人士，你今日若不杀他，他来日就会杀更多的人。那些死在他手下的人，他们的命也是无价的。剑乃凶器，使剑的人出剑要慎重，但一旦长剑出鞘就要出手无情。切记止恶即是扬善。剑法已成，你现在可以出去了。前辈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星儿？前辈，你……我跟你一起去吧，过去的事也该了解。你跟我来，有个人留了一封信给你。小儿，我已查到上官如风就是幽灵公子，他与朝廷忠臣合作，谋害贤良，但对方行事周全，并无确切证据。如你能在栖霞山庄找到证据，当可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楚天阔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好。
青儿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夫君。我还以为你第一次杀人会很难过呢。那个楚云霄遇害夫君，死有余辜。杀楚云霄是私仇，也是生意。当年我被我爹扔进火海，代替楚云霄去死，虽然侥幸逃得一命，但眼睛因此看不见了，而且在幽灵殿饱受折磨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总算给自己一个交代了。再说咱们幽灵殿做的是杀人的生意，人家给了价钱，我们就得把活给干了，这是生意。星辰，星辰，忘了楚云霄吧。夫君，你这是何意？楚云霄本就是你的对头，我本来就是夫君的人，又何谈忘记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睡吧，我去书房。我送夫君。不用了，这里我熟悉。没事，你还记得我们在栖霞山庄遇到的那位前辈吗？他救了我。又是那位前辈？那位前辈到底是谁啊？别说我了，老胡呢？少爷，眼下还是先把冷姑娘给救出来吧。嗯，咱们赶紧去吧。楚大哥，别喝了。楚大哥也许只是受了伤，怕栖霞山庄的人发现，找了个地方躲起来。好嘞，等找到地方都找遍了，小时候都被上官如风打下悬崖。哎，客官，酒来了。您慢用。小公子说的对，是我害了小臭臭。芊芊，冷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楚大哥，他被我刺了一剑，又被你哥推下悬崖，现在生死未卜。我被你哥控制了，没有自己的意识。算了，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。芊芊，我来是有件事想问你，你想不想救你爹？那你要想清楚，救你爹出来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哥哥上官如风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当年是我爹把我从绝望之中救出来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，也不能再让我哥继续错下去了。但是以你哥哥的武功，我们两个想让他回头根本不可能的。不过我怀疑他跟朝廷的人有勾结，只要我们找到证据并把他交给楚将军，这样就可以让他受到律法的制裁，你爹也能重见天日了。可是我们怎么找到那些证据呢？这正是我要来问你的地方。我怀疑那些证据就藏在书房里。书房？
我们来之前，你哥哥是不是经常在书房待着？嗯。你说他眼睛又看不到，老在书房里干什么呀？可是我经常去他那个书房，并没有什么能够藏东西的地方。我觉得可能有密室。就算真的有密室的话，那我们怎么进去呢？现在我哥哥看我看得特别严，我只要一出门就有人跟着。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清醒了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只要你能确定那些证据在书房里，我就一定能找到他。那能，姐姐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小姐，庄主有令，不准任何人进去。我知道这里面关着的是我爹，如果不让我进去的话，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。今天我是非进不可了。大小姐，您就别为难我了。好，我不为难你了。不过呢，本小姐今天很生气，你们两个过来，让我踢一脚。
少爷，有人来了。咱们出去说吧。等一下，小姐来帮忙。夫君，星辰，刚才有两个小毛贼往这边来了，你有听到什么动静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星辰，你骗不了我的。自打楚云霄掉下悬崖之后，你每次见我虽然强装平静，但心跳总会加快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你眼中的恨意。而现在，你心跳很平静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楚云霄还活着，并且你已经见过他了。不过这都没关系，我能杀他一次，就能杀他两次、三次，杀到你死心为止。上官如风，就算楚云霄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选择你的。我知道你不会爱我，但我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就够了。找人做个蜡像，快，天天陪着你，搂着蜡像睡。庄主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除了那些字条以外，最重要的是那枚令牌不见了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它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急什么？栖霞镇就这么大点的地方，他们还能上天不成？再说了，那枚令牌又不是我的。庄主，那可是……行了，你派人去栖霞镇周围堵一下，能把他们堵住更好。是。家，老爷，准备好我的铠甲。是。诸位，这上官如风为恶江湖，能不能将他绳之以法，就在诸位手中。我楚云霄先行谢过了。楚少侠，上官如风抓我们帮主，百般折磨，前几日又袭击我们栖霞分动，恶贯满盈。你放心，我们丐帮上下绝对不会跟他善罢甘休。这证据我们一定会送到楚将军府上。诸位高义，我楚云霄铭记在心。楚少侠、姬少侠保重。楚少侠、姬少侠保重。保重。那不是那个保重，是楚少楚云霄说的。这，上！有贼人夜闯官府，偷走了县老爷的官印，我等奉命前来搜查。搜，下来。Yeah!
楚兄，你的伤好了。上官如风，我与你的私人恩怨何必要牵连心儿，你放心儿走，我与你做个了断。好，那么就请你去死吧。小心，多加小心。没想到几日不见，你的武功见长啊！交出星儿。星儿，他已经被我送去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，你这辈子估计都见不到。你把星儿怎么样了？上官如风，我以为
你好歹也算个英雄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。楚云霄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吗？哼。小月，我老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听你的，但唯独这一件不行。我作为楚云霄的兄弟，为他报仇，天经地义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去送死啊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楚大哥也是我的朋友啊。我是孤家寡人，我无所谓。可你要出事了，我怎么跟你爹交代啊？孤家寡人，那我是什么？我不是你的家人吗？我不管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那人我认识，是丐帮的。快，抓住他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高月，上！兄弟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楚少侠，哪个楚少侠？三神，楚云霄，楚少侠，楚云霄还活着。小月，小少主还活着，他人在哪儿？兄弟，兄弟，醒醒！兄弟，小事情发生在栖霞山庄，咱去找他。慢着。楚大哥既然这么着急把这个东西送回去，就说明这个东西对扳倒上官如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现在这个丐帮弟子死了，那这东西不就……你是说我们送过去？嗯，也好，我们跟着吧，一块就好，走。说江湖。